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天哪！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服了，猴哥！啊！真会搞活儿。Baby, I'm yours.最迷的男人侯文元，我盯你好几天了。哇，真的是！你把银胶藏哪儿了？是马棚、营房，还是粪坑啊？还是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我生气了。暗箭伤人。啊！生存还是毁灭？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。我们那时候精神都有点问题，主要是那个摄像机一直对着我，我不好意思不做出一些表情，就像我现在这么多摄像机对着我一样，就是我是被动式的，像我这么帅的人已经不见了，好尬呀，这个人不是我，这个人真的不是我。这段是属于哪一趴里的？自我沉浸这一趴。别说了，训练了。训练。训练。躺一下，让背后干净点。这个水是臭的。嗯。这海水可以杀菌消炎。很有可能下水道。我刚才喝了一口。喝了一口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是。啊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没意思。没意思。对于我一个从小在马粪里面长大的人，不算什么。他已经投入了。